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我是阿明。靳思雨说，任何事都是从一个决心、一颗种子开始的。像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因为看了一本介绍慈济的小册子之后啊，感动了，并且从此之后无怨无悔的投入慈济的志工行列。下面两位呢，用热情的破箱欢迎来自嘉义太保的谢慧芬师姐破箱过来。还有他家师兄黄宪仪师兄，还有三位慈济师兄师姐，感恩，谢谢。将近二十年前，慧芬师姐在火车头等火车的时候，看到一本慈济的《缘起与展望》，看着啊，感动到，开始捐款扶持慈济，而且从那时候开始啊，逢人就说慈济，逢人就介绍慈济，至今啊，已经累积了900多位的会员。为什么看了那本书之后有感动呢？那本书写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这对夫妻，滴水成河，粒米成箩，汇聚众人爱心做慈济的故事。阿桑，吃饱未？阿桑，感恩哦。再见哈，拜拜。姐，你脚手足美。嘿呀，无足济呢，你爱收甲足阿咪，等下遐吼拢是。你要几户？你要收几户？很多户，你看这每一村每一村都。伊若无安尼紧吼，收啊到尾遐乌巴桑拢去困啊。一叠一叠就是每一个村，待会吼我们要每一个村每一个村去啊，这个就是整个村的啊，我先把它整理好哈，然后等一下我就是这一叠全部这一个村都要收完。每个月十号之前的某一个晚上，慈济志工谢慧芬和先生黄宪仪就会像这样开着车，在嘉义六角乡内湾村挨家挨户收功德款。而说起劝募，谢慧芬就有无限的感动，因为当年自己就是从募款进入慈济大门。刚刚家黄行要高高位了，阿姨大增啊。爱家爱户呢，啊，根本是我引导你行，每一户都去呢，啊，就去报六百块啦，就这个拢是跟家访去报来。他就有一次在那个火车站的候车室的那个座椅上面，就看到我们那一本慈济的缘起与展望。然后第一页翻开就看到上人的法相，我觉得这个师父好像自己的亲人，然后又很年轻，就好像似曾相识的那一种感觉啦。啊，然后在翻几页了之后，里面就有一张划拨单。因着一份感动，竟意外开启了谢慧芬的慈善因缘，而且除了自己捐款，他也开始和左邻右舍劝募，即使自己害喜严重，也要完成骑摩托车去邮局汇善款的任务。他说，这都是因为他对慈济志业的认同，也因此，在他1992年参加第一趟慈济列车之前，当时还不是委员的他，就已经有60-70户的会员。孙呀，你安尼一届出来拢收，爱收偌久啊？我那下班，辛苦洗洗，6点，到5-6点出发，等人9点外。好，讲感恩恁啦，吼，长期吼是做者吼，感恩哦，吼。收功德款吼，是我每个月很慎重的一门功课了。我每个月月初哦，我都10号以前一定要把这些钱哦赶快收起，以后啊就交出去，因为我们要把这些善心人士捐的钱哦赶快让他发挥他的功能。我们这阿伯哈嘛做好企业的，啊我们就想说这里都乡下地方嘛，老人小孩多啊，哦啊就让他们有机会也来付出他们的爱这样。那当中应该遇到不少挫折，有的也是门关起来不让我们进去啊。他可是骗人的啦，哎呀，我们也不勉强啦，不可以这样子。先给叫一个，先给叫一个。上啊！在了吗？阿上，我要来给你看呢，啊，你走去对。啊，当作你咧休困咧，对。啊你若惊咧？我咧，这老过分咯。你知影吼？你顶届讲要爱啊？这吹风机咧？我顶届我冇个。你敢有吹风机？有。嘿，你敢有？吹风机？你无哦？吹头毛？要吹头毛咧？
一步一脚印，在乡间向每户人家劝募，拥有900多位会员的谢慧芬，在访视看个案上头，也是同样深入且用心。除了特别选择嘉义六角这个地处偏远、没有委员的地方来承担，为了让组员成长，他还特别要大家轮流写个案资料，让人人都有成长空间。啊，六角这边就是比较偏远，啊，我想说比较近的就留给师姐他们，啊，因为我自己会开车会骑车啊，很方便。我想越偏僻的哈，哦，就由我来。啊，你会问师姐，让伊卡主亲阿姨，这方面让伊卡了解。啊，咱从旁学习，看他怎样去跟那个感恩户沟通，哦，啊，了解他的家庭状况。当年花了9个月，在六角乡25个村落挨家挨户敲门募薪，最后募得了这些会员。而他照顾六角乡的乡民，从身心双管齐下，白天带着访视团队关怀老人和小孩，更希望把慈善的种子和精神传承下去，让慈济法脉绵延流长。天下贤书侪人做未完啊，都亲像天下米侪人食未完共款。所以讲啊，家己做无够啊，爱招先生入来斗。好佳哉，即对翁某共心行菩萨道啊，毋正法度啊，互搁啊侪人啊愿意入来助济。书记看介庄严，书兄看个嘛真缘投啦吼。啊，两个人啊入来助济哦，听讲将近二十年前，伊就搭入来助济啊。嗯。迄阵囡仔佫真细汉吧？对。还是佫有囡仔袂出世诶。那时候囡仔才3个月了，出生后3个月了。对，因为我是怀孕的时候害喜，才接触到慈济啊，就看到那本小册子。啊，真正开始那时候就有在收善款啊，真正开始参与活动是，就是小孩子出生3个月。好，那就问说小孩子几岁就知道你进来慈济几年了嘛？啊，对，差不多这样。你那想生下来几岁啊？19。啊，那差不多啦，十九年啊嘞。啊，咱回到19年前好了啦。你在火车头等火车，啊，看了一本慈济的展，缘起与展望，内面是写了啥物件，让你安尼这感动安尼，愿意看了画波灯的画波灯一画脸啊。就是早期慈济就是克难慈济功德会嘛，自己就是上人他出家修行都很苦了，可是他还能够这样去帮助一些，就是。比他还就是贫富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一点就让我很感动。就是师父跟他的弟子常住师父们自力更生，不接受供养，但是还愿意去救助对其他干苦的人啊。对对，所以你也想要赞助他一臂之力啊，你的对了。对啊，而且那么年轻呢。哦，您现在也不到50岁，你那个时候也才20多岁而已啊。有让你起而想要效法的精神吗？对对。哦，上人可以。我虽然没有出家，是一位家庭主妇，我也可以做一些我可以贡献出力的地方啊。对 ，OK。今天你的资深委员有来哦，委员编号2862号的谢景筹师姐了哈。景筹师姐非常感恩你今天可以来见证她的改变哦。听说你以她为荣哦。像说她只要接到电话通，从不推迟的。安尼，就是好，答应没问题。什么时阵？什么地点？我出门，我来。是，一心一致。那他哪有那么多体力可以做慈济事啊？一个女人家呢？他很会善用他的时间，很会善用时间。嗯，上班的时候去上班，那个下班的时间完全不浪费。有时候甚至很累的时候，就在车上稍微休息个5分钟10分钟，车子开着继续走。真的哦？对，有时候晚上回家都很晚，11、12点了。啊，你身体，家己安怎取得平衡啊？反正回到家。累了就睡啊，因为师兄常常讲说啊，说不到3句话就睡了。安尼吼，以前好困啊，还是忝啊，胃卡咩啊困去啊？应该是忝啊。安尼哦，你会家打东啊未啦？打东啊嘛无效啊，伊嘛是搁继续冲啊。我时啊，伊若要出门的时阵，我伊拢会讲啊，我要出来，要出门啊。我甲伊讲，啊，我若叫你卖出去休困一下，你讲我多，你嘛是出去。所以给讲的啦，对吧？你就是祝福他，平安小心。对啊，如果你的时间允许，像影片中看到了，暗蒙蒙啊，暗时啊，去六卡的时候的六角哈，对，去收功德款，你就可以赔了嘛。对啊，尤其那个地方比较暗，
哦，较危险，所以我个会陪伊出来。迄个所在听讲无半位主席委员哦，系没有。所以你希望一家一户去拜访完，看有没有就一挂人出来安尼哦。系啊。欸，那个地方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开花结果了？因为那里哈，我常讲说那里有山多了。哪山多？就是小孩、老人多，公祭助念多，然后个案又多。就是像年轻人啊，有的人都到都市来工作啊，啊，剩下的就是老人嘛，哦，啊，小孩也是留给老人来照顾啊。嗯，啊，你看他哪可以出来活动啊？根本没办法。嗯。嗯哎，啊，我就想说，要不然至少他没有办法来参加志工，至少他也可以来付出他的一份心力，来加入会员或者是做环保。啊，您叔这听讲最近开刀哦？哎，鼻啊，开鼻啊，安尼哦。嗯。啊，有予伊加休几工啊无？啊，个几工就出院啊。啊嘛，无听医生伫厝会好啊。卖想安怎安怎，伊嘛甲阮都撞出去啊。虽然无出去啦，啊，不过嘛是电话不断啦，电话嘛是拢咧，拢一直咧接电话安尼。嗯嗯嗯。听说您还是这个上人钦点回花莲慈济中学当义德妈妈的人选哦。是那时候刚好大林这边其实也很忙，那时候大林刚要起业嘛。嗯。啊，其实我是想说到哪里做慈济都是一样啊，我们自己这里就很忙了，还要到花莲去。嗯，啊，那时候就有收到一封那个就是宗教处寄来一封信，他说你应上人遴选为慈济中学的义德妈妈，上人都已经这样讲了，能不去吗？我就想说啊，有事弟子就是要服气的啊，所以就去了。那去当别人的妈妈跟带自己的小孩，你有三个小孩吗？对，慈济前慈济后有什么差别？比较会想说上人讲的哈，就是说用妈妈的爱心来爱别人的孩子，爱用菩萨的智慧来教自己的孩子的。那现在你看亲子关系变得很好了，然后这个夫妻关系更不用说了哈，他也不会对你大小声的啦，啊，互相扶持嘛哈。尤其这个咱讲讲昂莫港心哦，乌头变黄金嘛，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就是啊，昂莫港心嘛，从本事。变黄金的故事啊，要来什么时候再来？就是嘉义太保真有名的环保站。叫你忙啦，无啦，你忙这边，我忙那边。来，我开了。一姐，这大了嘛？每个星期六，谢慧芬和先生黄宪仪的身影就会一块出现在慈济太保环保教育站。说到环保，夫妻俩都有一样的感动心情，因为当年疼爱妻子的黄宪仪就是从环保走入慈济大家庭。啊，阮师姐在做慈济的时阵，那迄种我是扶持一个的，啊，所以我无投入。啊，不过等下咱上年在讲环保的时阵，我就觉得说，哎，真的要做了，因为都要，啊，多行我想的同款，因为咱台湾的环境整个环境都已经变了，啊，都好咱上人在讲在推展环保，啊，所以我都要对环保入来。因为那时候小孩子也渐渐大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我们没有那个慈济菩萨哦，啊，有的比较出众的，我就会跟他说啊，你来帮我，因为他很疼我啊，所以就用这样来把改怪起来。就跟这个对人去回收啊，对人去回收啊，去分类啊那个对吧？阮因为阮太婆家，上人离啊开始推动环保的时候，阮这小姑叫个第一个。就第一个开始对着来做，对啊，阮就开始来分类，啊去甲回完去话载回来，啊爸爸个好啊呢，迄种拢会分啊足清楚的。耶！天我上爱运动诶！因为哦，这个如果没有把它上精油哦，它的寿命会减短呐。那为什么是你在做呢？不是南中师兄在做？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负责的范围啊。哦，高追富士的601这足古型的，啊，不过伊会当露营啊。一般晚上时啊拢会露营。我们来到环保站个各自啊，有康辉可以做啊。啊，不过我会先做我，真善美的康辉。我都很喜欢拍环保志工，因为看到环保志工伊拿来做康辉哦，真正不简单，很钦佩。啊，所以我拢会。
把他们身影留下来，影像给他留下来，我拢会，我来拢会先哦，翕一挂咱菩萨的身影啊。19年前，谢慧芬在地区开始带动环保，期间环保站经过几次辗转搬迁，最后来到这里已经是第11个地方了。所以太保环保教育站是一个结合众人心愿得来不易的环保站，为此夫妻俩各用自己的能力和方法照顾站里上上下下每个人每个地方。现在要在做的东西是做，今天我们菩萨来在环保机关来要做环保的时候，我做了翕的那泡泡影，他们协力人也是他们用，我对摄影做有兴趣，对录影就有兴趣。我当初会进来就是想说我要记录我们每个师兄师姐因为脚印啊，增加人的信心啊，哎，咱有迄个功能啊，对吧？真善美有迄个功能。啊，像他在简介的时候，他就会说啊，师姐你帮我看一下，看吼，安尼我加料好不好？啊，通常我都会很希望说他能够再向上，好，会能够出去跟在学比较精密的啊，比较进步的啊，所以我都会用反话了，我就说啊，你每一次剪都是这样，都没有进步啊，他就会改进，他不会生气。这个心花一菩萨，尤其这种哦，应该同欢喜的。我无人比这较自然啊！伊大家拢嘛讲，哪拢同款，同款，拢简直拢同款，用手法那个的。啊，所以我个原先想讲，好，我即届要做，无同款可以，刚可以看卖，看伊是不是讲不一样。谢慧芬夫妻俩在慈济道路上相互扶持，精进成长，除了赚到丰富的福德和智慧外，也因为慈济的润滑功能，让夫妻俩的相处减少了冷战和争吵，反而增加了甜蜜与恩爱。太保太保人有路啊，用心用爱做环保，人人有路哦，啊，扶持大家上介好啦吼。两位翁仔某拢是大爱台头家啊，拄我讲嘛。昂莫港心从笨手变两金，不止大爱台，所以大爱台的老板啊，在看到影片知道哇，孙杨过去人文真善美志工哎，嘛是大爱台后盾呐、啊、哈啊啊啊，对这有趣味啊、喔，有非常有趣味。安尼哦，啊，就一头深入啊，对，一头栽进去啊嘞。啊，你平常时作品做好了，拢会较像做交流啊？高温师姐啊，你捌咯、喔？我唔捌啦，啊，可能伊想讲，人迄文化处的何日生师兄有讲过，伊讲吼，作品啦做好的时候爱去唔捌的人看呢，唔捌的人看有。哦，伊安尼看，看了有感觉，啊，表示讲要加顺嘛。系啊。今仔日除了阿某来以外吼，讲实在吼，啊，三位亲友团啊，来宾都叫已经吼伊的资深委员哦，谢锦绸师姐吼，有甲你赞叹啊，啊，但是另外有一位孙兄，你要甲伊感恩哦，听讲伊的身教言教，互你介感动哦。就是早期吼，咱这资深委员吼，伊互我上感动的就是伊在开客运车嘛。何师兄哟，何贤能师兄。伊吼，伊一种爱上人、爱慈济的心吼，就是可以让我学习的，啊，也很感恩他。因为吼，伊在开客运车吼，啊，伊就会样讲啊，车开了，伊就专工顺路来去闽乡，在一个已经往生的师姐哈，英燕师姐哈，她也是蛮资深的。啊，她过来客靠哈，在阮祖亲的谢锦绸师姐，啊，她过来大啦，在陈智慧师姐，啊，然后就安尼出来参加活动。差一年呢。嘿，所以你看那种精神哈，就是让我可以学习啊，所以我都很感恩这些资深委员哈的。你魏王侯是4240嘛哈，啊何师兄是3446了哈，差一几啊年的修行哈，人讲。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你推他往前走，他有感受到。那我们比较有因缘早加入慈济的人，看这对夫妻后喜之秀，有什么？你有什么赞叹的地方吗？哦，赞叹的地方很多，他处事非常圆融，而且带着一些后劲哈。伊真够苦啦，安尼苦苦活来安尼哦。但是慢来共享员工哦。天下事天下人来做嘛，啊天下米天下人来吃嘛，对，啊对啊，愈靠愈济人，安尼来做，安尼愈甲小甲米煮有饭啦。了解，过来哦。另外一位我们的蔡婉文师姐哦，蔡婉文师姐就是咱的和气副组长了哈、哦。来，婉文师姐，
其实哈，我感觉哈，惠芬师姐去咱个社区，亲像他都阿何师兄讲的，就要靠人诶，就要关怀人，而且很精进。啊，去讲一次访视这个区块，哎，他真的很投入。为什么会投入？咱带咱个师姐和咱共同去关怀咱应该关怀的感恩户、照顾户。是，我们看到他们哈这样苦。上人给咱讲过一句话，是不是给咱讲见苦知福？对对 对, 对。所以，予咱去看，咱会感觉讲，哎呦，伫时啊，咱哪会遮尔那好命？啊，无有诶，毋是当厝人拢会怨叹讲啊，阮兜诶厝无大间，阮兜诶车伤细台。是是。对啊，但看访视之后吼，会感觉哦，他会遮尔那快乐，遮尔那，这是上人给我们的福啊。嗯嗯嗯。所以吼，我拢甲人讲吼啊，若感觉。对家己无满足的时阵，甲出来看感恩户，或者到安养院去看那些阿公阿妈，会让他们觉得讲哦，伫时啊家里那幸福。嗯，对哦，所以一家会照看黄金晚到了。听讲过去你安尼乞讨的时阵，一头载入慈济啊，常常带列车回这个花莲，从嘉义安尼搬山过岭登去嘉义啊。几啊年拢无一届缺席的呢，拢是伊家己幕后默默扶持哦。对，他都扶持。那时候我都会讲说，哎、欸，你嘛做回来，还是你嘛来劝我，伊老公嘿你去就好啊，啊我家己偏心啊，我家己好气。哦。啊，其实那时候我都很感恩呐、啊，啊我都会想说，啊，人伊就是吼加修足侪年啦，等我吼那德行，我的功能啦，堪比到拄啊好坐的时阵吼，伊就堪我去来做慈济啊。到尾我拢安尼想啦，哎，阿妈真正几摆啊，哎，对嘛，真正几摆。听某啊，笑某啊，我认为先行先走安尼个点。他现在有话说了，已经走了对啦，啊，即摆当地做应该都话越说越投机了啦。哎，有差，有差哈。哎，进前那阿公阿婆无好的时阵，冷战，不过即摆实际做出去了，佮较袂啊，有当时啊，大家拢会，较早拢唔讲话啦。较早拢会互相唔讲话，啊，即马拢会，男士先讲个，我先讲，对啦，是差你这个所在。你大我小嘛，你对我错啊，你进我退啊，对不？书记话拢甲人家讲啊，对的人要跟不对的人说对不起，哇，这就是另一种境界了啦，对不对？好，这将近二十年来啊，师姐的脚步真的踏遍很多地方哦。今天哦，时间不够，没办法跟大家一一说明哦。你看师姐啊，曾经送水到中国大陆的北京啊，也参与过内蒙古的发放，还有中国大陆安徽的发放、湖南的发放、浙江的发放啊。去年2011年啊，还到日本。在这个三一大地震之后，也参与了建五金的发放哦。凡付出啊，必留下这个欢喜哦。我想师姐啊，在这个还不到50岁啊，就有这么深厚的慈济历练啊，其实点点滴滴啊，都是自己用时间累积的哈、哦。我们也希望更多人哦，加入慈济的这个大团体，尤其啊，六角乡啊，练得喝出兵啊，希望激发出更多爱的种子出来，好不好？好，那大家赶紧就哦，希望嘉义。的这个大爱可以亮起来，好不好？好，刚我们打个电话来啊，谢谢大家，谢谢。